干嘛都派个干嘛，这让我觉得这边有人一样，好像，但实际上应该没人。刚刚想去看能不能打断谁啊？ 闪现很容易被开耶，虽然虽说他们派克也没闪现，但是呢，2分30秒这个时间节点还是要注意，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2分半这个时间点很敏感，打都是打野速3的时间点。 感觉他如果不抬，我可能能 W 的。打得不好呀！哎，他什么时候把 W 用了？我们辅助。对啊，我想他抬到这个派克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感觉没什么，没感觉好像。 我眼神不太好。 真没什么感觉，有些人少一下伤害，想操作一下 BOSS。 交了辅助不用死，还是该交这个资料。交闪除非往前走一步，处理的不够细致，这波可以处理的更好一点就行。还是难受的呀，这波。
根本就呗，看他好像交了个 W， 并没有回家。嗯，下波，下波好杀，下波好杀。没什么，算了，没说法。我那个 Q 没中就没说法。就算被抓，那一样，那平操作打回来呗。乔伊干嘛？扫眼吗？好大的压力啊！好喜欢来下路，没事。就喜欢打乱战，打架 ，fighting，battle 一下 ，battle， 很厉害。打两轮的，非走这不可撸，非走这不可就吃我一个 Q， 再吃我一个大招，又来了。怎么说？我就站在这，
波倒是没什么问题，这波操作。还是说我听错了。我操，破败！不这么痛啊！克烈出破败，你没伤害。真把塔追了。别管干嘛，先推塔。我操！哎，我的，这波操作，我想起了发现伊克林精神墓穴的经历。好运送的星星。中路现在不对，直接拿来没道理的。一波大胜，零换五个大胜。我自会冲身陷阵。慢慢 poke 一下，消耗一下。
拉扯。吃我一大，吃我一大，虽然大不死你，但你要吃我一大。干嘛、啊、他妈他们家不要了就让他们家不要呗，管他们家不干嘛、啊、不要家就直接输，对啊，你家家不要去抓人，那就家不要了，那抓谁呀、啊、抓个阿克上。